爷爷，这的景色真美啊。真好，这就是咱们城市的大花园啊，为咱们城市做了一个绿色的屏障啊。你们要知道，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。共和国的成立到现在，是多少千万革命烈士流血牺牲，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。在这清流的河水、绿树成荫的这个环境，我想听你唱歌，你看好吗？好的，爷爷，那我就给您唱一首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吧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帆，四周环绕着一束红墙。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，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。同学们，在咱们学校的这座药山上有300多种药用植物，那像这个呢是虎杖，在今年的这个抗疫的过程中，它也是做了很多贡献的。同学们，中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，你们要遵循中药发展规律，传承精华，守正创新，把科学家爱国奉献、求真务实、勇攀高峰的精神和正能量融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，做一朵小小的浪花，奔腾呼啸地加入到爱国报国建功立业的滚滚洪流中，为建设健康中国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。我们要向人民英雄张国立校长学习，让我们胜利的歌声嘹亮在祖国的大地上。今天的海河夜话活动呢，其实我们就是想多跟大家聊聊，多听听大家对今后的社区建设有什么新的建议和新的期待。海河夜话办了这么久了，咱们的党员干部几乎每天下了班都过来跟我们聊天，把我们需要的问题都给解决了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，特别好。现在我们用微信就能提出问题，提出建议，面对面心交心的进行交流，为你们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我真心点赞。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理想和目标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，目的在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变化的美好生活需求。我们党员干部只有走到群众中间去，走进群众心里，才能赢得群众认可，才能使党心民心水乳交融。海河夜话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，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。你在倾听，我在倾听，
一个声音在历史传行。